第110首，6点33分起床，第一88.65kg， 第115 76.10kg。 老规矩，一大瓶冷水，刺激肠道，方便排便。试一下，引体向上可以做多少？完成了12项。早餐咖啡。有几天没有去健身室了，今天中午就去健身室，天气非常好，先去买脱脂奶，不乱运动30分钟。蛋白粉做早餐，午餐鸡蛋坚果，下午茶咖啡。大儿子家政科带来的美食，今天晚上由香港有钱也买不到的广宁云吞水饺面，每次跟老婆回老家，每天早上必吃的，暂时未能通关，只能这样解解馋，明天又会是美好的一天。感谢观看，请多多支持。